2 天 Jesse 去潜水，然后我就一个人来逛这个他们叫 beach， 但是我觉得它不能称之为沙滩，只能称之为盐滩。他们说 Madeira 这个岛屿就是没有沙，所以你看所有的人都躺在石头上做日光浴，我觉得有点悲惨。那我现在就是在海边散步，然后来跟大家冲一下这个 Madeira Wine 的知识哈，因为昨天刚好去了这个 Madeira Wine 的 Museum。那其实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会把它跟 Porto Wine 搞混，就他们是一样的。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昨天经过他的解释，他是说 Madeira 这个 island 上面本来是完全没有葡萄的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引进了一些葡萄的品种，然后就开始在这个岛上种。那现在只要是在这个岛上生产出来的葡萄，就算原本不是从这里的，他们也会叫它 Madeira wine。然后他们其实发现就是，其实这边的天气就是还蛮热的。他们就发现说，哎，为什么以前就是在运送这个酒的过程中，然后这个酒的品质竟然会变好？他们后来发现，其实温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所以他们这个 Madeira wine 就不能在太冷的地方去做储藏。然后这个酒其实是越陈越值钱的。他们其实这个酒酿造其实应该是在18、19世纪左右就开始。然后他们就说，这个酒他们发现在某个程度上来讲，就是放越久越好喝越香醇，然后这也造成了酒的价格就是年代越久越就是越贵。然后他们也基本上展示了给我们看说，整个那酒庄里面大概有500多个橡木桶，然后这些橡木桶会轮流被拿出来就是灌瓶。然后他说一开始其实这个水分会随着橡木桶，就是这个酒在 aging 的过程中水分就会蒸发，然后他们一开始在放酒进去的时候会测量原本的容量，那可能他们会留10%的空气在里面让这个酒呼吸，但是会随着这 aging 的过程整个水分不断的蒸发，然后只剩下酒精浓度也会越来越高，然后到最后这个酒可能会被再蒸发可能10%，然后他们会就是测量开始要装瓶，跟之前他们倒进去这橡木桶保存时候的一个容量的差别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再继续这个 Madeira Wine 的 Knowledge。 通常你可以在瓶身上看到像是5年、10年、15年或20年的标志，然后如果你看到的是这样的标志，通常它都是不同的年份在那个年份之间的不同的酒来混的，因为在根据他们的说法是说 Hello。 好，然后继续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就是不同年份通常都是大概那个年间，比如说5年份可能就是4年到6年之间的混的。那因为就是不是每年的收成都很好，那如果某年的收成特别好，那可能有些葡萄就是有些酒就是会用该年份的葡萄做，然后也只用那个年份的葡萄装瓶，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在瓶身上看到该年份。那同理也是，如果是15年、20年，通常也是介于可能13到16年间，然后的这些发酵好了之后的酒，然后陆续做一些混合的品种。希望这些有帮助于大家，就是了解 Madeira wine 知识。然后还很重要一点，他就说，基本上 Porto wine。你放在瓶子里它会继续 aging， 那所以他会建议你在放酒的时候要横放，但是因为 Madeira wine 它只要瓶装之后这酒就不会再继续 aging， 所以基本上你
要怎么看这个酒的年份？比如说它今天酒瓶上是标某一年出产的，那你就要看跟它瓶装的时间点是什么，来确定这个酒的年份。对。然后呢，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在那个 Madeira Wine 你自己学习到的知识。所以 Madeira Wine 要怎么放？要直放。对。然后他说就是如果 Madeira Wine 你是用一般的金属制的瓶塞，那其实就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是用橡木塞的话，那可能你就是尽量要避免很放，因为它酒里面的物质会损害这个橡木塞。他也会建议，如果你这酒没有喝，然后你就打开，它其实不会变坏。然后呢，这橡木塞可以的话，可能就是可以每20年来，然后就是换一个橡木塞，以免其他的瓶子变坏。还有什么其他的知识？不要，先来看一下海。想到有什么新的东西再跟大家分享好了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我也想到一件事，就是他说平常那种酒瓶上的年份，那要么是5年、10年，但是这都仅限于如果这是用橡木桶来 aging 的一个过程。那如果像是今天他们要快速大量稳定的来生产这个酒呢，他们就会用机器来做这加速 aging 的动作。那比如说这个以用机器来加速它 aging 的状况，它比如说它好像我记得是6到8个月，它就可以把这个酒搞得像1年的味道。所以基本上有些如果这种大量生产的 Madeira Wine， 它如果写的是4年或5年，它可能就是在这机器中大概只待了3年左右的时间，就可以达成5年的效果。所以呢，在Madeira Wine， 然后要试喝或者是购买这个 Madeira Wine 的时候，其实年份高的酒连试喝都很贵。我记得像昨天去看，如果我要试喝可能20-30年份的酒的话，它试喝一小杯的价格可能就大概要8块，超小的，大概不知道10毛吧。对，所以大家来这边的时候都要喝喝看，你就会发现不同年份的差别。